好，来，老师啊，所以课文一流即讲，课文一流，那个糖宝珠和丽红读一下，糖宝珠读小丽，丽红读同事，开始。老师，sacre mi mia di bao。哦，OK。现在看见了吗？不看见。还没看见，还没。所以老师说，俺们楼啊，对不对呀？对不？那还没看见，俺们对呀？对不？那么厉害，好想哭啊！现在呢？还没看见，还没看见。什么对呀？OK，这样吧。看见了。OK，好，来，那么糖宝珠读一下小丽吧。我的照相机被谁拿走了？怎么找不到了？你用找找是不是没带来？你我再找找了。找，你再找找。你再找找是不是没带来？我找了，没找到啊。别水过，不是过，别难过。别难过，再买一个吧。公司东门外东边，门外。东门外就有一个大。生姜，大声称吗？但是我这个月信用卡里的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来，这靠边跑没？来，糖宝珠那靠边跑，别来包绿黄对面呀的。我的照相机被谁拿走了？怎么找不到了？你再找找。是不是没带来？我找了，没找到啊。难过。别难过。别难过，再买一个吧。公司东门外边，外不不就有一个大。商场。大商场吗？商城吗？但是我这个月信用卡里的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。好的，来，他们立红阿姨拍背包。我的照相机，照相机啊。被谁？被谁，送走了？拿走怎么找了，不到？拿走了，拿走了，怎么找不到了？你再找找，是不是没带来？我找找了，找了，我找了，没找到呀。别难过，再买一个吧。公司东门外不就有一个大商场吗？但是我这个月，信用卡里的钱，自己，已经花的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没后吧的。好，来下一个。第二课文二，长跑猪先读吧。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踢体育来了？关心起体育来了？关心起体育来了？我的男朋友喜欢看
足球比赛，我被他影响的。看来只有爱才能让人有变化。是啊，为了和他的爱好一样，我天天看球赛。除了足球，他还影响你什么了？我最近天天上网玩游戏，我的成绩差极了。好的，来立宏也撒牌吧。你怎么？突然，美心关心急、哦、关心急体育来了。我的男朋友喜欢看足球比赛，我被他影响的。看来只有爱才能让人有变化。是啊，为了和他的爱好一样，我天天看球赛。除了足球，他还影响你，你什么了？我最近天天上网玩游戏，我的成绩差极了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来，我们继续往后吧。你好，生出来的接不路的，然后立刻也生出来的对面的。好，第三题目啊，把这嘞，在饭馆，他们在哪里？在饭馆。好的，第九是什么？晚这应该说不干龙五标啦。晚，好的，第十是分所以不满所以 mini 狗标啦。那么你分比 verb 你来所以分所以老师快未必要表的快被的所以分。好的，来啦，所以老师拍几句啊，大家一起读读看。那个拿着碗，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是你哥哥吗？他和你长得真像。你们经常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。只有你们的爸爸妈妈才能分出来哪个是弟弟。除了父母以外，还有我们自己也能啊。你们两个除了长得像，还有什么像同的地方？
我们住在同一个。我们住在同一个楼。同一个楼。同一个房子。同一个房间。房间。嗯哼。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是你哥哥吗？我不敢有比罗他们三里大哥你也顾拉的，就是那个人，那个白人来说拿着碗吃饭的人不敢弄敢比罗他们三里也顾拉的，你也顾拉的，他和你长得真像，都那年那样的给杜拉为诺的。我们常常被别人认错，我说你也得没杜米亚也认错，经过看一下认错就怒骂了，不能只有你们的爸爸妈妈才能分出来，分水地嘛亏家了不能。你也陪那没有呗，你有亏家那没那主嘞？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吧？别个阿哥，别个弟弟是比罗嘞。除了父母以外，还有我们自己也能啊。除了父母以外，另外的别个，还有我们自己，那是古巴大哥嘞也能啊，亚嘞里嘞。你们两个除了长得像，你说你要干的，你吧，既然也不能杜拉个略比罗的，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这家巴黎杜拉的要系列来的，我们住在同一个楼，我说杜尼的不能，杜尼的啥屋嘛你的，同一个房间，杜尼的看嘛你家的里的，好点点点，六个点，超过标他们就是省略号不能，哎，还杜拉的年纪系列的不能。好，可以了。来，老师问句，奶奶没记吧没？哦，不敢弄改，比如他们啥你的，你也过来所以。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是你哥哥吗？嗯，啊，我话的，没的没的，都没的也的，我把我妈靠近，看一下吧的所以。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。嗯哼。啊，你说你要干的，把那崩山进来，崩山堵了，来不了的，这差别堵了你还是得来是？你们两个除了长得像，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嗯，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你们两个除了长得像，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好的，可以了，来了，所以老师看一下，记记啊。课文一，游戏，我的成绩差极了。课文三，在饭馆儿，在饭馆儿。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是你哥哥吗？他和你长得真像。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。只有你们的爸爸妈妈才能分出来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吧？除了父母以外，还有我们自己也能啊。你们两个除了长得像，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我们住在同一个楼。同一个房间。嗯，好的，可以了。来了，索云老师派几句啊？啊，就是韭菜和啊糖宝珠读一下吧。韭菜开始。喂，我还没看到。哦，我还没看到。OK。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是你哥哥吗？他和你长得真像。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。只有你们的爸爸妈妈才能分出来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吧？除了父母以外，还有我们自己也能啊。你们两个除了长得像，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
我们住在同一个楼，同一个房间。嗯，好的，可以了。来，俊赛和丽红读一下吧。丽红开始。那个，拿着，拿着碗，拿着我吃饭的人是，吃饭的人是你哥哥吗？他和你长的长相，他和你长得，他和你长得长相。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。只有你们的爸爸妈妈只能放出来那个是哥哥，那个是弟弟吧？才能分出来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吧？除了父母以外，还有我们自己也能啊。春和，嗯哼，你们俩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春和，长得像，长得像，还有什么？相同的，相同的地方。我们住在同一个楼，同一个房间。嗯，好的，可以了。来，回答问题的讲。第一，读读看。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是谁？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是谁？是谁呢？是大卫的哥哥。大卫的哥哥。啊，大卫的哥哥，好的。谁能把他们分出来？嗯哼，谁能把他们分出来？谁呢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。嗯哼，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。好的，第三。他们两个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他们两个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好，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他们住在同一个楼，同一个房间。他们住在同一个楼，同一个房间。好的，继续往后，第四。生词类标记吧。第十一是什么？解决。解决。好的，解决。所以老师说屁心脑标的解决。好，第十二是。是。是。所以老师说三楼记的到考试干的来了。是。好，下一个是。真正是这个是蛮这个有表达真正。好，第十四是多么。多么多么。好，多么是不老当不能多么不老当拉的来所以多么漂亮。多么漂亮。好的，不老当去不刚的嘞，多么可爱。多么可爱。不老当围的嘞，多么圆。好的，多么，来，可以了。所以老师派几句啊？年轻人遇到难题，常常很着急。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
不同的问题，即使不同的问题，有不同的解决办法。有些问题看上去很难，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。简单，所以做作，有些问题看上去，同热简单啊，有些事情看上去虽然简单，虽然简单，但是解决起来难极了。所以只有真正做事情的时候，才能了解有多难。不过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多么难的问题都会被解决的。被解决的。年轻人遇到困难，龙眼里里啊的，看看那中队的卡家人呢，常常很着急，面那么不搬家来的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不如老样么地屋的。其实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办法，这个罗的么懂你的，别在哪里嘛么懂你的，偏心的力量的是来的。有些问题看上去很难，这就别在哪里啊的，既然也能一样看的，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，咱们楼的卡家人的烟过来过来里的，所以就得试着做做，大家们都三比六几几啊没的。有些问题这就别在哪里搞的，看上去虽然简单啊，看上去虽然简单啊，既然也能不能简单的路呗的，但是解决起来难极了，大约没偏心的卡家呢，严苛打波的，所以只有真正做事情的时候，大家们罗的这个露露鼻出来请教嘛的，才能了解有多难，不老卡的来说了地奶嘛的。不过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大约没我说用过用几下没，多么难的问题，不老卡开的，别在那边皮皮都会被解决的，偏心路亚嘛嘛的。好的，那老师没记没，因为丽丽啊嘞，别的男的就对着他家人啊，你嘞谁不搬家嘞？不如我们来说么第五嘞。年轻人遇到难题，不知道怎么，常常很着急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嗯哼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好，然后是。那这区别在哪里啊？这基因哦，严格的路呗。咱们这个楼梯来的看见，严格有些嘛的，所以有些问题看上去很难，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。嗯哼，好的，把侬这个别在哪我不呢？这个楼的把侬楼的这个楼的看见嘛的。地奶奶没不能不老当可可来说啊的。只有真正做事情的时候才能了解有多难。嗯哼，好，不老可可来别的哪位 PPA 的偏心路亚马吧的。多么难的问题都会被解决的，都会被解决的，多么难的问题都会被解决的。好的，所以老师记记啊。文四，年轻人遇到难题，常常很着急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，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办法。有些问题看上去很难，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，所以得试着做做。有些问题看上去虽然简单，但是解决起来难极了，
所以只有真正做事情的时候，才能了解有多难。不过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多么难的问题都会被解决的。嗯哼，好的，可以了。来啦，索莹莹老师，我这考了编排表吧。哦，啊，谭宝珠啊，编排表吧。年轻人遇到难题，常常很着急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，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办法。有些问题看上去很难，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，所以得试着做做。有些问题看上去虽然简单，但是解决起来难极了，所以只有真正做事情的时候才能了解有多难。不过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多么难的问题都会被解决的。嗯哼，好的，来九赛读一下。年轻人遇到难题常常很着急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办法。有些问题看上去很难，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，所以得试着做做。有些问题看上去虽然简单，但是解决起来难极了，所以只有真正的事情的时候才能了解有多难。不过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多么难的问题都有被解决的。都会被解决的。好，来丽红读一下吧。年轻人遇到难题难题常常很着急不知道怎么办，下买啊。其实不同啊，其实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办法。有些问题看上去很难，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，所以得试着做做。有些问题有上去看上去解决起来难极了。所以只有真正做事情的时候才能了才能了解
才能了解。有多难？有多难？不是，不过我们一定要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相信多么难的问题都会都会被解决的，被解决的。好比生死类的变故也没考完类的一场面需要那样做了。好的，来回答问题的姐妹，第一个是年轻人遇到难题常常会怎么办？年轻人遇到难题常常会怎么办？常常会怎么办呢？常常很着急。常常很着急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常常很着急，常常会不知道怎么办，很着急。我们一定要相信什么？我们一定要相信什么？好，相信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相信多么难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要相信都会被解决的，都会被解决的。我们一定要相信多么难的问题都会被解决的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来啦，索音老师，年轻人上网做什么？你理解个 internet 不嘛？爬楼架里的。好，让你把它比较记记啊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看新闻。看新闻。看新闻。得你得记得是吧？你在那边你看新闻。好，然后呢？看电视剧。看电视剧。啊，看电视剧。TV series 得记得，电视剧 The Landry 得记得不呢？好，下一个是听歌。听歌。好，听歌怎么把录到嘞？听哪场呢？好，下一个是泡妞说啦，没个累累，大家 internet 这个呢表啦，泡妞的表啦，干嘛累累来比较久啦不喏？泡妞，好的，下一个是狗仔，仔说啦个讲嘞，而且讲嘞有说上哪个表嘞？狗仔啊，狗仔啊。刚烈刚马烈有来比较久了，所以阿里没有人泡妞。刚马烈刚烈有变比较野，叫做狗仔。好的，下一个是读小说。读小说 ，which one 拍的？好，然后呢？发帖子。发帖子，帖子是用来 study 的呢，阿人用来的说话哩。等哪一下子卡老点呢？把皮原因，把皮原因说说。发帖子，好的，下一个是找资料。找资料，所以啊，往 data 里下了，把那固定的哈里下来找资料。好的，大家明白他没？这靠编排机吧，大家一起读。看新闻，看电视剧，听歌，泡妞，狗仔，读小说，发帖子，找资料。好的，可以了。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。今天的嘛，看他也他来没，他来的记他没，生死类的样录他吧。咱们老师练习录的卡加先比嘛呢。好的，可以了。那大家再见喽。老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